预期太满了，对，然后弥补一下这个双十一的遗憾。对对对，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形式。担心昨日戏太满，影响郡主付尾款。昨天吗？我没买东西。哦，难吃。对，然后也是一个送别的意思。哦，谁写的字啊？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出江往宁，我们最好的迦南郡主，113天了，感谢相伴，辛苦了。杀青快乐，折枝赠行，期待播出再相见。木南枝。哦，真好看，真是的。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木南枝。